好，例四、例五两道题呢，我会一块儿来讲。同学们呢，还是自己先做一下。哎，可能有同学做例四的时候会有一些疑问，是吧？但是当你做完以后呢，你就没有疑问了。原因是什么呀？例四是说求职，对吧？嗯。你可以对比一下这个跟我们前面的题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嗯，没告诉你 XYZ 的值，对吧？嗯，我们前边的那一部分是不是就告诉你 XYZ 分别等于几，然后先化解，然后再代入，是吧？嗯，这次没有告诉 XYZ 的值，但是不影响我们做题，因为你如果动手操作了一下，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原式，来看一下啊，等于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儿啊？第一步是不是去括号？嗯，前两个直接去吧。对 ，xyz 的平方加上一个四 xy 减一减减去三 xy 加上 xyz 的平方再减三，前两个直接去，对吧？对。第三个变一下符号，减二 xyz 的平方，然后再减 xy 是吧？嗯。合并同类项，找一找啊 ，xyz 的方加 xyz 的方减 xyz 的方了。嗯。解 xyz 的方，二 xyz 的方又解了二 xyz 的方，这一部分怎么着呢？等于零了。哎，没有了是吧？嗯。好，来有一个四 xy 减三 xy 又减了一个 xy， 它怎么着了呢？也为零了。啊，也没有了是吧？嗯。最后是不是只剩常数项了？对。有一个负一减三等于什么呀？等于负四。啊，负四。哎，你有没有发现，确实可以求出一个值呢？嗯，那其实我们这是一种类型的，就是题目里边如果没有告诉你 xyz 具体的值，说明我们化解的结果当中怎么着，嗯，不含有 xyz， 对吧？嗯，这东西应该最后全部抵消了，最后得出来的是不是还是一个具体的数字？嗯，明白我的意思？明白。那这个明白了，我估计你例五的某一个小题呢你就明白了。那例五我们首先看一下第一小题啊，求代数式的值，求代数式的值，其中 x 等于是吧，那我们上来是不是先化简一下？嗯，原式等于，好，来去括号啊，分两步走，好吧？五 x 的平方减去中括号三 x 减去，这个地方应该是什么呢？嗯，四 x 减四 x 再加六，非常好，加上一个七 x 的平方，对吧？嗯，这次呢，我们就先去括号，好吧？本来三 x 减四 x 可以合并的，那我们哎，要不这样吧，我们两步并作一步。好吧，嗯，既合并又去括号，那首先应该有个五 x 的平方，这就对大家提高要求了。当你计算能力比较高了以后，就开始要减少自己的步骤。三 x 减四 x 是什么呢？嗯，负 x。啊，那前面这是个减号，是不是要变号？嗯，你负 x 变号变成什么呀？嗯，加 x。加 x， 然后什么六呢？减六。减六，然后再减七 x 平方。减七 x 平方，是不是有一个五 x 方减七 x 方等于？嗯，负二 x 平方，负二 x 的平方加 x 减六，不能再合并了吧？嗯，下边说将 x 等于负二分之一代入，是吧？嗯，好，我们写一下啊，将 x 等于负二分之一代入得啊，代入得，好看一下，首先我们这个负二分之一的平方等于，嗯，四分之一，四分之一乘以负二，嗯，负二分之一，负二分之一，非常好，然后怎么着，加 x 是不是又减了一个二分之一啊？嗯，再减六，减二分之一，减二分之一就是减一，减一减六等于负七，等于负七是吧？嗯，好，第一小题呢没有问题，第二小题，哎，变化了一下，是不是开始跟几何相结合了？嗯，已知长方形的一边长为三 a 啊，不不，二 a 加三 b 啊，另一边比它小 b 减 a， 则长方形的周长是多少？那我觉得也没难度，你们每个同学是不是都会求长方形的周长？嗯。但是我看了一下，去年有一个学生呢是这么干的，他说长方形的周长等于长乘以宽，对吗？不对。应该是什么呀？嗯。长加宽再乘以二，对吧？那个长乘以宽是什么呢？长方形的面积，对吧？嗯。我们这个地方呢，应该是长加宽乘以二。有没有发现他告诉你一边长是这个二 a 加三 b 了、嗯？对。那你是不是首先应该把另一边求出来？嗯。另一边怎么出来呢？他说另一边比它小这么多，那我们的另一边就应该用二 a 加三 b 怎么着 b 减 a 呀、啊？嗯，减去。啊，减去一个 b 减 a 是吧？嗯。这是我们的另一边的长度，然后是不是化简一下？嗯。提高一下要求，一步到位，好吧？嗯。首先有一个
二 A 这个地方应该是什么 A 加 A， 二 A 加 A 就是三 A， 三 A， 然后呢这边有个三 B 减 B 对吧，嗯，什么呢，加二 B， 加二 B， 好，行了，另一条边长它叫做三 A 加二 B， 那周长是不是没有问题了，嗯，好，周长等于啊，周长等于我们是不是把这两个东西得加起来然后再乘以二对吧，嗯，好，那应该是二 A 加三 B， 然后加上一个三 A 加二 B， 然后再乘以二，嗯，是吧，再乘以二，嗯，先把里边合并一下，几 A 加几 B 啊，嗯，五 A 加五 B， 五 A 加五 B， 然后再乘以一个二，它等于多少呢，嗯，十 A 加十 B， 十 A 加十 B 是吧，嗯，十 A 加上十 B， 做完了，这是我们长方形的周长是吧，嗯，我可以给大家补充一问，比如这个题如果要求面积的话能不能求呢，嗯，能，其实也可以做啊，那么在这儿就涉及到了一个什么呀，整式的乘除的问题了吧，嗯，但是我觉得以大家目前所学呢还是可以理解的，我们稍微拓宽一点好吧，我如果要求面积啊，求这个长方形的面积等于多少，看看，那你的 S， 干脆这次我面积就用大写的 S 来表示好吧，嗯， S 应该等于一个 2A 加 3B 乘以一个什么呢，嗯， 3A 加 2B 是吧，嗯，这种东西的乘法你学过小学数的话应该也见过，我们怎么算呢，我们应该用这两个分别和这两个相乘，大家知道两个数乘以两个数最后能乘出几个数吗，嗯，四个啊，分别乘一下是不是就能乘出四个，嗯，来慢慢来，首先二 A 是不是乘以三 A 啊，嗯，二 A 乘以三 A 等于什么呢，嗯，六 A 的平方，六 A 的平方，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幂运算对吧，对，幂运算我们前面是不是也讲过这种类型的，嗯，好，三 B 是不是也要乘以三 A， 嗯，那就是加上什么呢，九 AB， 九 AB， 好，然后下一个二 A 是不是该乘二 B 了，嗯，加什么呢，4AB， 4AB， 最后再加上一个 6B 的平方，做完了没有呢，没有，是不是还要合并同类项，对，这一部分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是不是这个合并整式的加减对吧，嗯，来看一下，应该是 6A 的方加 9AB 加 4AB 就是加上一个 13AB， 13AB， 然后再加上一个 6B 的平方，6B 的平方，这个玩意儿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长方形的什么呀，面积吧，嗯，长方形的面积，好了，关于面积这一部分啊，我不要求视频前每个同学都理解，你呢能理解多少理解多少，因为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讲的内容，我们在讲这个整式的加减，而这儿呢本质上是一个整式的乘除对吧，嗯，另外还有一个，大家知道这个题的经典错误答案是什么吗，嗯，历届有些学生怎么错呢，审题审错了，他说一边长为二 A 加三 B， 另一边长为 B 减 A， 视频前一定有同学这么错的吧，我觉得肯定有，我们一个边长是这个，另一个边长不是 B 减 A， 是另一个边长比它小 B 减 A， 注意审题好吧，那这个我就不再多说了，最后一道题啊，第三小题，有一道题他说已知 A 等于这一堆是吧， B 等于一堆， C 等于一堆，哦，我们有三堆是吧，三堆，然后呢当 A 等于 1B 等于 2C 等于3的时候，求 A 减 B 加 C 的值，有一个学生指出题目中的 B 等于 2C 等于3是多余的，你认为他的说法有道理吗，为什么，我刚刚说讲完例4以后有同学可能会对例5里边某一道题会有感觉了，那说的就是这道题，有一些什么样的感觉呢，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例4里边也没有 XYZ 啊，对，是不是多余的，我当时如果给你一个 XYZ 它是不是就是多余的呢，嗯，那现在有一个学生认为这个 B 等于 2C 等于3是多余的，其实也就是说化简的结果里边应该不含有什么了， B 和 C 啊，不含有 B 和 C 了，那我们是不是真的得去化简一下，嗯，对吧，嗯，来看一看啊， A 等于这个， B 等于这个， C 等于这个，题目要求 A 减 B 加 C， 非常长的一个式子是吧，嗯，那应该是 2A 的平方加上 2B 的平方减 3C 的平方，这是 A 是吧，嗯，减 B， 嗯，是不是应该是减去 3A， 这方是不是本来应该加括号的，嗯，那我们现在呢把这个括号去了，注意要全都变号吧，对，那是减 3A 的平方什么呀，嗯，加B 的平方再加 2C 的平方对吧，嗯，这是减 B， 加 C 照抄一遍，加上一个 C 的方加上 2A 的方
减去三 B 的平方。好，下面开始合并同类项啊，合并同类项，这个东西呢等于看一下二 A 的方，我们找一下减三 A 的方又加二 A 的方，哎，有没有发现 A 是抵消不了的？嗯，那导致我们这个地方应该是几 A 的方了呢？嗯，一，啊，是不是一 A 的方？二 A 的方加二 A 方，四 A 的方减三 A 的方，是不是就是 A 方了？对。好，现在重点来了，看看 B 能不能抵消啊？这边有个加二 B 的方，加 B 的方，加几 B 的方了？三 B。加三 B 的方，哎，减三 B 的方 ，B 是不是消掉了？对。然后看一下 C 这一部分，首先在这儿是不是有一个？二 c 的方加 c 的方是什么呢？三 c 的平方，又减了一个三 c 的平方，哎，确实是不是 b c 都怎么着了？嗯，抵消了吧？对。那化简的结果是不是就只剩一个 a 的方了？对。这个学生认为 b 等于什么 ，c 等于什么，这个东西是多余的，有没有道理呢？有道理。有道理是吧？嗯。这种类型也是常考的啊，常考的。什么化简结果里边可能有些东西就没了，然后呢只剩一个了，啊，这题我们还可以这样来处理一下，干脆。那题目已知 ，a 等于多少？嗯 ？a 等于一吧。a 等于一。a 等于一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就直接把这个式子的值算出来。如果 a 等于一了，这个玩意儿最后是什么呢？等于一。啊，将 a 等于一代入是吧？嗯。a 等于一代入得，原式等于几呢？原式是不是等于等于一的呀？嗯。好，这个题同学们都听明白了吗？嗯。非常长啊，计算的时候不要出现错误。历届呢？也有同学觉得这个同学说的没有道理，原因是他化简错了，他化简完的结果里边还带有 B 和 C， 那他当然觉得这个同学没有道理了，是吧？其实呢是没有 B、C 的。好，这道题呢我们就讲到这里。